动，怎么样？哎，蹬的时候呢，它是合，它合住，它打开。这下把它打开，它又合，它不动。你看，一蹬，蹬这个膝盖是撑开的啊、哦，膝盖撑开，你看，膝盖撑开，你看，过来，你看，过来，对，往右移重心，身体位往左转，往左移重心，身体位往右转，把这胯顺着弧度整过来。来，大家练一下。预备，站中间，开始，先往左移，蹬右腿和左腿，对，再蹬左腿和右腿，蹬腿前这个膝盖不要往前，不要这么去跪，就撑开一蹬，它去合，撑开一蹬它一合，你们就先练的走后弧线，把这个顺着胯的方向走，这是头一步，你们现在不要去练的我去转身体，现在没到那时候，等你把胯能松开了。再往回转身，现在不能转身，初期必须把胯练开。学员归西了，对对，就是一蹬一合，一蹬一合，这么你的力量全在你大腿上，不会到膝盖。对，吃力了吧？来，但都走，蹬，对，蹬，把它打开。哎，放松，不要蹬，不要蹬，就要放松，放松的发现，放松的把它打开。哎，这腿不要蹬，好了，你看，把它打开，蹬，它撑住，不要蹬，对，对，对，把它打开，走，走，它打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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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不会酸，你膝盖酸不会酸。走的时候像暂停休息啊，我给你们做，你们来看啊，看来，你看啊，蹬的时候你看，现在把胯收回来，力量全在大腿上，现在你看把它。你把这块一沉，它自然就打开一下，不要注意往外掰，就那一点，它蹬它合，它蹬它合，它就合的合住了。完了，你把它打开，它蹬它合，它一蹬，这个腿是斜拉，这个腿是支撑，就电线杆子。你看，一蹬一合，这个马上就能上。嗯，那就是推车，当时推车，就能上，往回，四蹬它就唰能上上上上，始终能上，不论再低的能上，唰就上，始终能上，腿一劈就蹬出力，你胯得松开，我一挺。真的往上拔，千万不要腿胯，胯俩胯永远是松开的，往下沉的。对，走，这里摔是正常的。不不正常，这里摔是正常的。这里哎，对，蹬，对，对，再走，走一走，走。小臂去扣。哎，进线。哎，对对。变了一个，走过一线。对。打电方向的时候，换句话就是结实了。他不可能不紧没事。不是没有，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个其实我们那个我那头三年我痛都我都当那个王波我结果骨骨头啊打针的啊，然后他这解释不出来，就以为就自己没这个没胯没下去，所以才老压了出来。压胯呀，没痛啊，把我糊弄了。早了一年回来又摔了，你看这几天。其实我没练过骨头，我没练过骨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不是简单的那生理解剖解出来的。不是，我感觉练拳。只要是这里受力的话，一个是有个少年拳，不是你锻炼基础，不是这样两种，不是没有头三个月是很双麻，这样，但是过后就是这样，一手跟我练，他都三十来岁了，从来没，根本就不可能了，不动那就，没有我都觉得他根本就不动，膝盖疼的话，疼的话就不对了，对，因为他蹲过以后很收，你稍微轻一点，然后。